望福音第三章。有一个法利赛党人，名叫尼科德摩，是个犹太人的首领。有一夜，他来到耶稣前，向他说：“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天主而来的师傅，因为天主若不同他在一起，谁也不能行你所行的这些神迹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人除非由上而生，不能见到天主的国。”尼科德摩说：“人已年老，怎样能重生呢？难道他还能再入母腹而重生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人除非由水和圣神而生，不能进天主的国。由肉生的属于肉，由神生的属于神。你不要惊奇，因我给你说了，你们应该由上而生。风随意向哪里吹，你听到风的响声，却不知道风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由圣神而生的，就是这样。”尼科德摩问说：“这事怎样能成就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是以色列的师父，连这事你都不知道吗？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才讲论；我们见过的，我们才作证，而你们却不接受我们的见证。若我给你们说地上的事，你们尚且不信；若我给你们说天上的事，你们怎么会信呢？没有人上过天，除了那自天降下而仍在天上的人子。正如梅瑟曾在旷野里高举了蛇，人子也应照样被举起来，使凡信的人在他内得永生。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，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，反而获得永生。因为天主没有派遣子到世界上来审判世界，而是为叫世界借着他而获救。那信从他的不受审判，那不信的已受了审判，因为他没有信从天主独生子的名字。审判就在于此：光明来到了世界，世人却爱黑暗甚于光明，因为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。的确，凡作恶的都憎恶光明，也不来救光明，怕自己的行为彰显出来。然而履行真理的却来救光明，为显示出他的行为是在天主内完成的。此后，耶稣和门徒来到犹太地，同他们一起住在那里施洗。那时，若翰也在临近撒林的爱农施洗，因为那里水多，人们常来受洗。那时，若翰尚未被投在监狱里。若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关于取节礼发生了争辩，他们便来到若翰前对他说：“拉比，曾同你一起在约旦河对岸，你给他作证的那位，看，他也施洗，并且众人都到他那里去了。”若翰回答说：“人不能领受什么，除非有天上的赏赐。你们自己可以给我作证，我曾说过，我不是墨西亚，我只是被派遣做他前驱的。有新娘的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视力静听，一听得新郎的声音就非常喜乐，我的喜乐已满足了。他应该兴盛，我却应该衰微。那由上而来的超越一切，那出于下地的是属于下地，且讲论下地的事。那自上天而来的
超越万有之上。他对所见所闻的予以作证，却没有人接受他的见证。那接受他见证的人，就是证实天主是真实的。天主所派遣的讲论天主的话，因为天主把圣神无限量地赏赐了他。父爱子，并把一切交在他手中。那信从子的便有永生，那不信从子的不但不会见到生命，凡有天主的义怒常在他身上。